我是王文。哎，我是卢文宇，欢迎收看 Web TV 网罗大明星。哇塞，大家好，我是创业者 Web TV 的朋友们。嗨，你不要乱不要乱叫你。这个狗仔在后面偷拍哦。黑人以前都这样对我啊。对。比如说我坐这里，他开车，他就会把窗户摇下来，停在路边，然后女生走过去，啊呜，人家看不到他那边嘛，就看到我，就不是我，然后谁相信不是我？那女人就那女生就这，那很丢脸啊。我曾经看过你们那录一个二十四个比例啊，对对对对，那个太白是太好笑了，那个真的是黑哥现在一直很自豪。他还停留在那时候，因为那时候一度他刚播出的时候，点阅率比我的 MV 还高，你知道？比正版的 MV 对，比正版 MV 还高，所以黑哥到现在都还是觉得那个正版 MV 高，但是已经差很多了，哇！不过像韦伯最近2017年有什么样？是的，2017就是要出正版。哇塞，真的，我觉得这个期待是每一次都到来一个话题，也是来一下。我这边有吉他哦，好不好？我们用韦伯罗给我们即兴创作，因为嘻哈很多的元素都是没有 freestyle 讲生活。哦耶，我们用他的经典。好了，不得不爱歌梦，韦伯的歌梦，用他的歌，然后接一些新的 rap， 好不好？好吧 ，Yeah。甜甜的水眼里，爱我的心思有你在。I love you， 牛东凡，离他一人去。没有，没事，开始，开始。别管这边了。我随时有你在。I love you， 不急，我们先 freestyle 的。Yo yo yo，Come on。Be in my life with me, you know you're my queen bee. Show you the finer things in life and places. Wanna be a strip to Miami, rocking tension in my seat. Party at that club, late till 6 in the morning. Don't want your body thinking sexually. I wanna buy your figures and leave, showing you security. You don't gotta worry, be satisfaction guaranteed. You don't need another G, you can have it all in me. 我想从台北开车开到台东，我们把窗户摇下来，我们一起 say hi。嗨嗨嗨！哦，这就是我的 freestyle。我现在把我的窗户摇下来，因为我看到满路街上的人看起来都有喝酒。没有，不要乱说。没有。哎，不管是台北还是哪里，只要有朋友，我们就可以 freestyle。freestyle，style，style，baby。Yo， 我不 freestyle， styling。哒哒哒哒哒哒哒。不得不爱，风卷着那阵尘而来。得不爱，我怎么着这是未来？要是傻逼，要是不能自己很失败，可是每天能过得精彩。We gonna break it down。We're gonna break it down, yeah. Oh, 我现在肚子饿，我想吃点东西了。吃什么？就到了。什么？你这个就是你这个叫做歌曲杀手，直接砍断，直接砍断。拍手下巴。哇，这个真的超屌，这就是音乐。又回到牛东翻。哇，葱花蛋蛋哦，弄搅碎啊！哇，他这个葱，那个量很爆口，量很爆，量很好吃到会喷出来、啊。不是啦，唱闹，有没有乱用词好不好？你刚刚不是喷饭粒出来吗？啊、对对对，啊对。吃完想喝咖啡了。哎、欸，吃完想喝咖啡，要不要喝咖啡？可以吗？可以啊。对嘞，弟弟怎么样？买好了咖啡。大哥，我还在买、啊。天王送咖啡啊！剩下是我自己，还不离门呢。哎、欸、，Hello， 哎，好，等一下。原住民，我不会选到你。好了，我下个来下去啊。我拿选那个香去。好，来。哇！哇！好了，哇！哎、欸，哇塞！果然是你的原住民部落天王哎、欸！好来，我们有一个任务，就是韦伯，你有没有自己去唱片行买过自己的专辑、我前一两张我都会这样做，就是一出发行的第一天，哦，算是开市，对不对？就是那个时候会这样想嘛。我说我发专辑也两年了，他们会还有存货吗？哎、欸，不知道哎、欸，不一定哦。
可能不是，我觉得如果有存货我会难过。哎、欸，这很矛盾。走，来来来，买这还不简单、欸？来一下，好来。哇，这虽然这个任务对你来讲太容易，但我觉得是一个诚意了，好不好？今年你刚刚要出新专辑，不是我怕他没有，重点是，嗨，没有你的唱片的话，你好，我是潘玮柏，你好，现在都买谁的专辑、欸、？Hello， 没买，没买专辑，会买专正专辑的吗？不会，不那你音乐怎么听？没有，免费吗？那是买网路的专辑，然后就是、比如说 KKBOX 这样子，哦，了解，现在我有点紧张了。小朋友都不买专辑，怎么会这样？欸、真的不买。哎，不好意思，你好，那个，我要请问你啊，就是说，蛮丢脸的了。不会丢脸，就平常以前会这样做，现在有点，就我想请问你有没有那个潘玮柏的专辑？你的专辑？他不是潘玮柏，我不是。他不是。对，我不是。哦，真的假的？有。哎、欸，剩多少张？最后一张，哇，只剩一张，哇，都没有，听起来很感动。哎、欸，不，哇，真的是谢谢哇爸爸，还是你们只进一张？好了，谢谢。哎、欸，要付钱呢、啊？啊，你要买，当然要付钱呢、啊。哦，我以为自己可以自己拿。你怎么样？你以为你叫潘玮柏就可以拿潘玮柏的专辑？可以拿潘玮柏专辑。谢谢哇、欸，不容易。签名，因为大家可能来签唱会就签到，我们有些不一样的哦，对不对？例如说。你要从掏什么东西出来？过年嘛，再送一百块。他要偷偷塞一百块在专辑里面。哎、欸，你算很有诚意，是不是？只拿一百块出来。不是好运嘛、欸？这是好运啊，对不对？欸、你觉得一百块有点太少，你的意思是不是？没有，我觉得那是诚意啦。好，金额不是重点。不要多说，我柜坠子拿下来放一遍。哇，被击到了。不要这样，你这个送我就好了。你的东西都是好货，好不好？一百块是好运嘛，过年嘛，对不对？对，一百对了，就沾沾喜气啊。希望大家喜欢，然后希望大家新年好运啦，抽到就是好运。对，一定。里面那一百块记得不要花哦。对。好了，今天这个谢我们的玮柏来到我们的网络大展厅，开心。哇，怎么样抽到这个玮柏亲自签名，还偷偷放一百块的这个礼物呢？来，潘玮柏跟那个王洪恩和陈建州 Jason， 他们酷手的一个音乐录影带的歌名是什么？哦，这个好，这个太多，我只能说就是一直这样子的。对。OK， 那我们 Web TV Asia 网络大明星，我们下次见，拜。